觀塘發生傷人案，一個67歲男人下晝2點幾闖入觀塘道社署嘅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，涉嫌持刀指嚇職員，警員接報到場將佢制服。男兒反腹部受傷，另外一個保安員手部亦都受傷，由救護車送院治理。警方正係調查疑犯嘅動機。